从昨天开始一直都觉得我嗓子这块有点肿肿的，我觉得我今天要不喝点感冒药的话我可能会病。所以呢，大家冬天了，最近的气候有点干，然后如果嗓子发炎的话很容易感冒，所以要记得保暖，然后及时吃药， stay healthy。 Hello 大家早上好，我们的嗓子还是有点肿。今天是星期五，一会儿呢要跟朋友去逛街，刚好他今天也不用上班，我今天也不用上班，所以今天是翘班的一天。之后我前段时间不是问我应该买 Ninja Go 的那个乐高还是买911的那个乐高吗？之后我最后还是决定先买911的那个，因为 Ninja Go 的话我拼好了肯定就是给我自己摆着，但是我911那个想作为圣诞节的礼物然后送给我哥，因为另外一个乐高呢也是我要送给我朋友的圣诞礼物。有的时候觉得圣诞节的时候送给别人礼物比收到礼物更开心，就是收到礼物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何德何能，之后送给别人礼物看到别人特别开心我就更开心的那种。我觉得乐高特别适合作为送给别人的圣诞节礼物，首先呢你得拼，而且它的难度还比较高，这样您在拼的过程中也不会觉得无聊，就是还是挺好玩的。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拼出来真的就是特别的精致，而且特别有细节，就是不管从过程还是从结果都能看出来是一个特别有心的礼物，而且乐高本身也有收藏价值。它比如说有911的这种，还有迪士尼的这种，比如说你送给女生呢，她们本身就特别喜欢迪士尼，之后呢乐高这种东西又特别有收藏价值，就绝对会特别喜欢。之后呢乐高它还有什么漫威动漫的系列啊，什么星际大战的系列，就是涵盖了各个领域的东西。之后呢我还打算久违的逛一下 drugstore， 因为我看 YouTube 6年了嘛，就是我特别喜欢看那种各种类的挑战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。之后我打算在最近这些节日里面，除了做一些美妆的主题之外呢，我也多尝试一下以前我看了之后特别喜欢的那些挑战。之后我近期打算做一个 drugstore 的挑战。最初看 YouTube 的时候有一个挑战叫20块钱挑战，就是花20块钱去 drugstore 买所有的你需要用的化妆品，从底妆到彩妆，之后呢你化全脸的妆容只能用20块钱，看你能买到什么，最后能化出什么样的妆。之后我看这些视频的时候呢是5年以前了，就是非常 OG YouTube 的挑战。之后我觉得那个时候20块钱能买的东西现在什么也买不着了吧，所以我就决定挑战50块钱。所以我今天一会儿主要要做这两件事，一个是买我的乐高，另外一个呢是要买挑战用的化妆品。如果你们有想看什么很久以前的 YouTube 挑战可以给我留言评论，我也特别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我错过的特别好玩的挑战。偏紫的这个灰色，我觉得这个灰色好美啊。这个 Etude House 的 Backstage 这个眼影盘还是挺好用的，里面的那些闪粉的颜色都特别的细致，而且特别的美。我怎么在我们家厕所灯底下这么丑呢？还是我不适合人造的光线呀？幸亏我没买大光灯。最后唇膏我用这个 Martini 这个颜色，哈哈哈哈！哎，开门了吗？对啊，9点。两个逛街的狂热患者，九点，中午的9点，
我以为你要投进。哇，位置好多。耶 ，Let's go！ 我今天非常大胆的 vlog， 因为没有人。没有人。九点。霸道。哎，你知道 Square One 的时候，就是我有一年冬天，好像是9:30的时候，好像不开门，周六。之后我看见有很多大叔阿姨背着那种专用的运动水壶，在那个商场里面快走。当时，而且不是一个，是竞走队呀。所以我有那之后，我就一直告诉我朋友，逛街是一种运动。为什么？但是它只有这个颜色。嗯，不加底。这个是什么？不加底，很好看。If I were you， 我会买一个挖掘机，我觉得挖掘机好酷。没有，我应该只会考虑车。这个好。我还是买这个吧。我可以给它喷成蓝色吗？嗯，这么大一个有地放吗？不是，我不放。送我哥，因为他喜欢。对的。没有，像一个农民工一样。最后一站，我们要去 Shoppers 了。50刀的化妆品挑战，你觉得50刀能买到全脸的妆容吗？可以的，可以，加油。然后我下一周的 Daily Vlog 就是每天都拼911。我真的，这一个粉底液就23，我啥也不用，一个粉底液画全脸了。粉底液呢？粉底液总得买一个能涂的吧？哎，12的粉底液还可以哈。看出哪句模式？一眼。没事。看准。我看得准。其实黑一点、白一点没有太大。哎，这个好像挺好的。这个比你黑。又黑。我就是说，但是这个质地好像挺润的那。哦，真的有。哎，这个一看就差不多。嗯，就这个，嗯，最后看了半天没有100这个地方，103。那我这就要立 flag 了。91。不行不行，太贵了。哎，这个17，这个这么一大盘才18。之后我拿这个做眼影和 contour， 之后眉笔、睫毛膏和眼线。才40，我朋友刚才有事儿，所以他暂时先走一会儿，之后又到我一个人逛街了。我刚才50块钱 budget， 我还剩了10块钱不到，我决定再买一个高光，之后就可以做一下眼影的提亮的部分呀，还可以打一下高光。我自己一个人走有点尴尬了。这个太可爱了吧，好小的一只，超级喜欢这种跟微缩一样迷你的东西。哇，这是我今天的 outfit。这是 outfit number one， 第一套，特别喜欢这个衬衫，稍微有一个这样的细节，我就特别喜欢这种百褶的细节。裙子好像有点太正式了，我觉得应该配一个 A 字裙会好看一些。Number one， 哇，今年的时尚元素豹纹。这个挺喜欢，就是感觉是要多一个扣子就好一点。哎，这个也挺合适的，他们家的衣服我穿着都合适，但是裙子的话就是还是有点肥，这已经是00匹了，就是正装的夏装我都很难穿得上，就是正装的裤子还是正装的裙子，这后面又多出来很大一块。哎，这套好像也不错，哎，就是感觉这几套衣服都挺好看的，然后都挺显白的。这个是连在一起的，就是这个领子有点低，我里面穿的这个衬的衣服都露出来了。哎，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
这个衣服其实不能跟这个裙子搭，但是呢，我就只拿了这一条裙子。我主要是喜欢这个红色这个袖子，感觉看起来特别的显瘦。哎呀，挺喜欢的。这个裙子我感觉我穿的一般，所以应该是买三件上衣。我又买了三件上衣，我永远没有裤子穿。如果你们有谁知道，就那种正装上班穿的裙子或者裤子，有那种22号的，就是22英尺的那种腰的裤子，一定要告诉我。我感觉现在卖那种上班穿的衣服的最小的号都是24号的裤子和裙子。就穿起来特别的垮，感觉偷穿了家长的衣服的那种感觉。啊，这个袋子好可爱呀！我还挺推荐安 Taylor 他们家的衣服的，因为如果赶上打折的话，价格其实跟 Zara 差不多，但是质量会好很多，穿上也特别的舒服，而且裁剪也都是那种特别的精细的裁剪。哈哈 ，Zara， 同一件衣服。耶、yeah, 我回家啦，然后我今天买的中午饭是 Panera Bread， 居然以前从来都没有吃过。我朋友说你吃过那个 Panera Bread 吗？我觉得挺好吃，我们今天去吃那个吧。我说没有啊，之后我就买了一个外卖带回来，然后他又去上班了，我们晚上继续约晚饭，我们两个太逗了。然后他去上班，我一会儿也要去开一个会。之后我点了一个这个 Chipotle Chicken，闻起来超级香 ，Oh my god！ 我赶紧吃了。之后他问我，你的 side 是想要 chips 还是要苹果？我说我要苹果吧。之后他是真的放了一个苹果在里面，我以为会是那种切好一半半的那种苹果，太实在了。哎呀，好好吃的这个三明治，没有。这个鸡就有点像那个培根的味道，之后还有牛油果。没电了，我想试一下这个 Revlon 的这个唇膏。我很久很久以前上高中的时候，这个唇膏就特别的火，就是这个颜色。哎，我好像有大概类似的，还挺润的。因为我觉得那块不能试嘛，这个颜色会比较保险一点，跟我其他的妆容搭的话。之后我剩下买的这些东西在这支 vlog 里我就不展示了，之后我会在马上天气好一点的时候，我就会录50块钱 drugstore makeup 挑战，所以别忘了看哦。哎，不行，我拿剪刀，好着急。Speechless， 完全无语了，太酷了，这个也一打开的那一瞬间，简约高贵奢华，那个四个轮子摆在那儿，特别的 detail， 特别的精密，特别的好。因为我前面一个乐高拼的是那个迪士尼嘛，那个拼出来效果我已经非常满意了。但是那个打开之后，箱子是那种一袋一袋，如果看过前面的 vlog 的同学应该知道，它是一袋一袋拿出来的，每一袋标上号之后有那些零件，但是它没有单的包装。刚才那个盒子我打开的那一瞬间无语了，分的每一个 section
都特别的精密，然后每一个盒子都是很精致的一个盒子，上面比如说是座椅、引擎，还是一些挡风板还是什么之类的，都标的特别的好。如果是有喜欢乐高又喜欢车的朋友的同学，你真的就可以直接把这个送给他作为一个礼物，你都不用拼好了给他，打开的那个瞬间就跟我前面买到那两盘眼影盘一样，就是心脏停止，呼吸停止，哇，所以今天开箱就开到这边，我一定要忍住，找一个光线天气更好的时候再开始拼这个乐高，所以呢跟我一起拼911吧，之后的 vlog 里。所以今天的 vlog 就是这样了，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，考试的朋友，期末 final 的朋友们加油，拜拜。